收睇《鋼鋼頭》今集繼續見得啦。我鄭多利啊，我係老君。哎呀，我哋三個啊，今次唔講移民噶啦，而家唔移民，根本係唔移民啦，係啦。反正同一家人啊嘛，走曬啦，搬龍門嘅，係咯，唉，咁咪走咯。喂，其實講咩咧？因為前嗰幾年，其實應該咁講，我不嬲咧都好多訪問揾我嘅。即係講移民台灣嘅話題啊！嗰陣時台灣啲電視台啊、報紙啊，我都做訪問。我記得唔知兩年前、三年前，我開始我話唔做訪問，唔問啊，冇乜咁講。因為覺得原來因為移民台灣好多人會講話自己幾中意台灣啊，咁咪講好多呢啲嘢嘅嚇。咁我後屘發現咧，原來真實情況唔係咁嘅。所以我就唔想再做訪問啦。我唔想呃人啊，我不嬲都唔中意呃人啊嘛。所以我就已經拒絕咗好多訪問啦，其實。因為真實啦，咁你先唔好講而家先，講翻以前。以前一亦都可以，如果有台灣朋友有興趣睇，都可以睇嘅。即係講翻我以前香港點睇台灣咧，其實我哋所知咧，不嬲咧，大部分啊，我所識噶啊，講明我所識啊，我唔知其他啊，一定有少部分嘅。咁大部分香港人咧，其實都睇唔起台灣嘅，負面嘅。負面嘅落後，落後嘅啊老土，呢啲就係我所認識嘅。多的朋友嘅，當我嗰時打工啊嘛，我嚟台灣讀書之前，我做旅行社講過啦。旅行社你知好多同事啊，幾廿人噶啦。當佢哋知道我話嚟台灣讀書咧，幾乎個個都恥笑我嘅。搞錯啊！台灣讀書戇居啦，又冇人承認。香港嗰啲咩 IT 定乜鬼嗰啲好過啦。好多都話你去歐美啊、澳洲嗰啲好過啦，你去啲咁落比較落後啲嘅，反而你冇前途嘅喎。係啊，類似啊嘛。即係呢啲我哋當時遇過嘅，佢哋普遍都覺得香港落後。你哋當時嚟台灣讀書有冇咁？有㗎，我分享我一個同學啦，我一個同學佢咁嘅香港嘅香港同學，佢就喺香港讀，就係嗰陣時就話想過嚟嘅。咁就佢啲同學咧，就喺香港讀嗰啲嗰陣時叫 IT 啊，唔係 TI， 即係個工業學院。TI 嘅，咁佢就過咗嚟呢度讀。台中某國立大學就讀機械系，佢嚟咗台灣，係啊，即係同我哋嗰個年，後屘佢就畢咗業，就入咗香港科大，咁咧又我因為入讀科大研究所咧，就係做助教，咁佢喺中學嗰啲同學咧就變咗佢學生，哦，真係搞笑，即係其實你點行嗰條路咧係你自己嘅選擇，你話誒台灣英文唔好，喂，咁啊朱經武咧，朱經武係科大校長。他請得起霍金來演講，他英文好不好是他自己讀回來，跟你那個環境英文好不好是兩件事。你香港話就話英文好，但其實你走出街去那些什麼店頭啊，甚至跟他講英文，他想不答你。你跟我講英文，我不想答你了，起碼就是這樣。即問題是說你看不看得起，不是應該那個國家，應該是看那個地方那些人是什麼人種，是他有沒有禮貌，有沒有修養那些，不是說那個地方就一定是不好的。喂，就算英文不好的問題，日本人英文都不好的。是的，日本是要懂日文的嘛，日本起碼日本在六七十年前已經可以做了十幾首可摩蘭了。你香港位唔係，不過早期我覺得香港啊真係有佢優勢嘅，因為始終係國際大都市啊，流行文化咩資訊啊最多最新最乜嘢出咩手機啊咩嘢最新都係香港發表先噶嘛好多。有啲啦。咁我哋早期即係都覺得台灣係比較即係慢啲嘅好多嘢。以我認識，即係資訊都少啲。以我認識咧，買親玩具，買親咖啡壺。都是台灣先有日本版最 top 嗰只先，香港係唔係 second 嘅啫，即係咁樣。但我哋喺台灣老鄉三十左右回憶過啦，我第一次嚟台灣係1988年啊嘛，我嚟到係俾台灣嘅先進嚇一跳啊嘛，我未嚟之前我都以為香港好巴閉嘅，嚟咗之後先知，即係未出國唔知，原來有台灣就哇係王啊！好，即係嗰個節目講過好多嘢，唔重複啦。大部分嘢，譬如啡粉係一個最大嘅分別啦。好多啡粉，幾乎啡粉都係自動門嘅。香港我講88年嗰陣時，香港啡粉仲係嗰個咧，有個標誌嗰度門嘅。好難推喎。係啊，好重啊。香港好似得一間，即係一個企業就係啡粉。
台灣是很多間呢啲便利店，仲有嗰啲台北市去到嗰啲咩電視幕牆啊，即係一排電視嗰啲好大好靚嗰啲，香港我未見過。當年啊，講緊1988，即係類似啲嘢，即係唔再重複啦。但係後屘再回想翻80年代，我都學電腦啦，開始，幾乎個個都用台灣嘅電腦啦。嗰陣時已經，梗係啦，大佬。咁台灣有乜理由會落後啊？嗰陣時我讀研究所去。而家仲有黃毛嗰陣時誒，黃氏啊，亞達利黃氏，咁啊做佢做電腦，後屘自己成成計，即係黃氏係咪三百黃？係啊係啊，我打過工幾個月喎。咁我觀塘九龍灣，觀塘觀塘係啊。咁我就去做即係導板 intern 嘅，即係因為我係研究所裏邊派過去做研究嘅。咁我發覺佢哋工程部嗰啲文件咧，全部係台灣某大嗰啲電腦板嗰啲公司，佢話嗰。要參考翻台灣嗰啲技術，因為香港係做唔到。咁同埋咧就後屘你知啦，黃氏都變咗黃氏，廣建啦，炒地產。香港咪炒樓啦，做乜鬼生意啊？做乜嘅生意？工廠啊，即係做乜嘅生意？做乜嘅電子啊？都玩啲啊你。High tech high 嘢啊嘛，low tech low 嘢啊嘛。所以咪話你港鐵呢嗰啲。仲有我喺台灣嗰啲同學嗰啲做工程嗰啲嘅工資係高過香港嗰啲幾倍啊，甚至十倍都有。不過先有個問題喎，我哋嗰陣時喺香港其實係咪接收台灣即係瞭解台灣嘅資訊好少？好少好少。即係好少話講台灣係咩情況啊？嗰樣比較少。我印象中嗰陣時80年代啊，台灣讀書之前啊，講緊。無線有一個節目係講每個禮拜都要講15分鐘台灣。好似我都有印象。嗰個叫做新聞透視。是主持人叫黃永健，我仲記得佢咧去到 last 嗰節就講台灣嘅，咁佢就次次都係咁樣開場介紹啊，即係講曬，因為佢新聞透視嘛，講曬香港新聞啊、國際新聞啊嗰啲，去到最後嗰節佢就通常好啦，我哋將個話題咧轉到台灣方面，就台灣啊立法院打交啊呢啲咯，即係負面嘅多啲。咁啲香港咪成日恥笑，哇台灣又落後咧，即國會又打交係啊。但以我印象咧，原來美日本開始民主化咧，都有打交。有。咁我就以為香港打仗添翻轉頭啦。我就以為香港有民主有選舉就冇佢咁核突啦，點知乜樣去打交？所以最好都係人大啦，唔打交幾好。安排好曬韓文啊，北韓啊。北韓我唔識，我唔講啊，我就知人大。人大都冇人反對嘅。幾好啊！係啊，咁即係其實我哋咪講台灣好唔好啦？即係講翻話香港人嘅睇法就係咁嘅。我哋啲身邊啲朋友多讀完書翻香港都做一輪嘢噶嘛。我仲去考過，唔係即係去見工見過一啲。啊，我考過香港政府工添，因為嗰陣時97、98嗰陣大支嘢嘅，係金融風暴嘛。嗰陣時我都驚失業噶嘛，咁啊就係考諗住考公務員啦。咁係考唔到嘅。因為咧，唔承認你個學歷，佢叫我攞最高學歷出嚟，跟住佢話台灣嗰啲唔使攞啊，即係個樣好處，你攞香港最高嗰張啦，跟住話咪即係得中五咯，係啊，就咁咯，咁普遍都係咁嘅，即係佢係刁難你，佢唔係嗰陣時係普遍係台灣刁難台灣嘅，不嬲都唔承認嘅，咁。即係公務員啫，但其實我哋啲 friend 喺咩公司做啊？唔係私人。你有個舊同學喺華航做啦。翻翻去台商咯。我都喺台商做啦，最後佢直頭睇都冇睇個學歷啊，同個台灣老細傾幾句之後，好啦，星期一翻工啦，咁噶啦已經。我噏啫，我噏東海啫喎，如果我噏台大，佢都俾多20,000你噶。即係傾得好開心啊！已經。佢都唔需要睇我哋學歷。唔係，其實我以前請人都冇乜睇學歷㗎，即係佢寫咗乜嘢就乜嘢㗎啦。咁我哋仲有個同學，同我同姓嗰位啦，佢咪去咗嗰間叫做特利屋，即係台灣嗰間特利屋嘅香港公司，都係台商嚟嘅。嗰間特利屋公司啊，佢採購部啊嘛，嚇嗰個又係啦。另外我仲有個朋友喺長榮做啦，香港啊講緊。即係好多啲喺台灣讀書嘅同學，其實翻去香港都去曬台商咯。即係使過你成名咩？即係咁啊！我哋唔好講台灣啲啦，我哋講翻喺香港點解台灣啊嘛。咁嗱，呢個係我哋好多年前啦。咁近年其實有冇改變咧？你又覺得？
你應該比較了解啲啦。好一啲嘅，係多啲人真係追台灣嘅。我亦都係相對，因為佢香港人咧就見到大陸嗰班人嗰、那個咁樣嗰、那個 factor 啦，嗰個因素咧就相對起就好似喜歡翻台灣，同埋咧某程度上咧。這個就是我覺得客觀一點，因為台灣和我們讀書之家那些旅遊景點或者所有設備或者那些商品就真的是進步的，那他過來玩呢就真的是，即是香港人過來玩是覺得是絕對不會覺得跟去了深圳一樣，所以他只會覺得可能會覺得差過日本，但是感覺是會真的過來放鬆，那些東西是會值得加分的。用我媽做個例子，他們台灣玩，他說譬如西門町啊或者什麼，他說很舒服，他在這裡很安心，他說我在深圳很害怕的，害怕被人搶東西，街上那些個個都面目狰狞，不知道的，蛇頭鼠角啊，你幾條友蹲在個街上不知道做什麼，香港因為台灣他說沒有這些動作，是啊，那旅行是香港人喜歡的，對台灣是很印象的，這個是有加分，因為正面的台灣的消費低啦，再加上服務好啦，所以旅遊是喜歡的，咁新奇嘅嘢多咗，又係咪咁多人中意移民呢？嗱，我開過咁多年講座，咁多人同我講過傾過偈，我傾過超過幾百人㗎啦，傾過真係傾過，佢哋嚟台灣揾我，好多人都同我咁講嘅。我諗住揾多幾年錢，五年後啦，我申請台灣㗎啦，我台灣幾好啊，又或者咧，因為嗰時寬鬆嘅年代喎，我諗住台灣攞身份證跟住走㗎啦，翻香港㗎啦。我哋好多客都係咁啦，未攞嚟做乜？佢攞嚟諗住香港有乜事就走啊！即係其實骨子里其實佢都係唔中意台灣嘅，只不過攞定個後路啫。嗰啲咩香港人有陣時佢連去加拿大嘅，我有個某朋友好親戚好，都可以炒下擦下嘅，覺得係加拿大嘅咁嚟。最近好流行英國，我都有 friend 喺英國嘅。乜樣係炒下擦？我有朋友喺英國住咗十幾廿年添，即係移民咗英國好多年。他都話最近其實很多香港人去了，咁都係睇唔起英國㗎。佢都話佢哋冇去過喎，其實佢哋講以下説話，佢哋冇去過嘅，但係佢哋會咁講，澳洲仲好啦，好過英國啦，即係佢哋咁講。我個朋友都同我講翻，但係講呢堆嘢嗰陣，其實冇去過澳洲嘅。澳洲未去過，英國又啱啱嚟到過。一陣呢樣滿意，嗰樣冇，英國啊咁差啊，樣都白談齋住。咁台灣當然。本身我都不喜歡台灣，其實，咁我為咗攞你身份證，我咪嫁嚟住一年，好唔開心住咗一年啦，好唔開心嘅，係好多啊，我都遇好多啦。我唔明白點解你唔翻香港，翻香港咁細，咪攞身份證先走嘛。不過頭先提到咧，即係近排啦，香港人點樣睇台灣咧，真係轉變好大，同埋差別好大嘅。即係舉個例子咧，我太太以前仲要即係喺香港攞即係身份證啊，永久居民嗰啲噶嘛，因為方便佢即係我哋成日翻香港啊嗰樣嘅，咁佢咪有啲咩要住滿七年啊，有金保嗰樣咩幾年嘅續期一次嗰啲咁樣噶嘛，咁我太太其實大部分時間喺台灣嘅，咁啊來唔來都翻嚟住下嗰樣嘅，咁有陣時斷咗時間，又或者過咗期啲嘢咧，咁我哋要去到人民入境事務處嗰啲要咁啊，要噶，去 renew 啲嘢嘅。咁咧係啊，哇好串嘅喎，開頭啊過咗期喎，點樣啊嗰樣嗰個嘈喎，跟住大家睇哦，你係台灣身份申請啊，哦 OK 啦，即係會即係放鬆啲嘅，一知道即係你係台灣身份，因為原來咧同時期好多申請嗰啲永久居留或者嗰啲即係七年嗰啲，好多大陸嗰啲嘅。唔係喎，我係啊，好多大陸都要㗎，一句都冇人過就批嘅喎。唔係咁，你都住滿，咁你冇事咪批咯。但係我哋成日斷噶嘛，先唔夠，即係住咗隔咗太長時間冇翻去咧，又要重新申請啲嘢噶嘛，好多。唔知佢點？佢會㗎，佢會挑剔嘅。但係好明顯咧，佢只要係台灣嘅咧，佢就比較鬆啲，即係易批啲嘅好多嘢。但係如果大陸咧，佢出得好嚴嘅喎。唔係喎，我發覺如果係咁，應該調翻轉嚟。但係而家我唔知啦，早兩年前係。我諗我嗰陣時時代係。應該幾年前啦？幾年前？你嘅情況？幾年前？問都冇問，照批。大陸嚟啊，批。咁而家梗係唔同咗啦，但係因為以前佢對台灣嘅印象咧係唔同啲嘅。
或者講啦，總結一下啦，其實近年香港人對台灣係多咗人係好印象嘅，旅遊啊或者對人方面都好嘅。但如果講移民咧，佢都總係覺得整體嚟講台灣都係差嘅。一間譬如我頭先講啦，開講座佢會話：，喂，台灣係咪好落後啊？最叻就係講話中國會唔會打啊咁之類咁，成日都係講呢啲嘢嘅。咁再加上近排佢哋認為台灣政府呃佢哋啦咁嗰個負面情緒更加多添。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即係我哋所認識啊，其實香港人其實都唔係咁睇得起台灣咯。唔係兩個文化差異同生活啲習性係真係唔同。這個你都講有講咗講咗好多集噶啦，我有啲朋友啊話去長洲住都唔習慣，唔止噶，你香港人咧，其實好多譬如去到佢話日本啊好正噶嘛，旅遊啊點樣啊，一住落咗都死噶，都係有好多問題噶，香港人都唔順唔妥噶。我個朋友嘅朋友又啱啱去日本兩三年，係啊，做教授，佢會教書，又係依樣唔會休啊，好多。點解啲電視冚唪唥日文㗎？即係類似啲説話。係啊，點解朝頭早冇早餐店㗎？點解各樣好多嘢㗎？係。跟住我點解倒垃圾啊？各樣又咁麻煩㗎，咁樣即係去旅行咪中意日本咯，真係要住佢喺度幾日㗎啦。一定有嘅呢啲。係咁啊！呢個可能係香港人嘅一個特別嘅特色啦嚇。我哋唔好講好定唔好嘅，即係我哋講翻我哋所認知好多香港朋友都係咁樣睇台灣嘅港式嘅文化。好啦，今集差唔多㗎啦，呢集肯定有好多人鬧我哋㗎啦。係多啲留言啦。係啦，多啲留言鬧我哋啦。好啦，拜拜。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